好嫩啊，他怎么这么小，那像是高中生，我都看懵了。 YYDS， 嗨，我是林博洋，在剧中饰演司空千落。然后接下来是不心动挑战。不心动挑战，等会儿我先做个表情管理。好嫩啊，他怎么这么小，他像是高中生，好帅啊。对，吴昕就是真的 YYDS。 他剃头发的那一天我也在，我亲眼看到他从头发特别特别长的时候，就这个时候的状态，到他全光头的时候的状态，我都看懵了。但是脸摆在那儿，所以是 OK 的，特别帅。戴无杰很帅，但是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太正经了，就让我有点不太认识他。所以真正的奥瑞鹏是什么样的？记住我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奥瑞鹏嘛，这才是他的样子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偷。他在片场也是特别逗，经常还追着工作人员到处跑，特别是顶着那个大卤蛋的时候，然后追着大家跑，就很像他平时片场里的他。老喜剧人了。我不太习惯，很逗。我还是习惯他古装造型的时候的样子，就是现在这样突然一下我没认出来。那就来看看李弘毅的古装吧。蓝绿青山拂旧作，春兰老道说尽春里夜深默。再回忆回忆刚才的视频。蓝绿青山拂旧作，春兰老道说草木生音。假腿伸手歪头，真的很难让人相信是同一个人。太逗了，这真的很可爱。他的视频每一个都很像高中生，怎么回事？花絮配音挑战，来挑战一下，给花絮配音吧。那就我先配这一段吧，这个搞笑的，可以吗？刘姐，他们不打我吧？雷无杰二创配音挑战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哎呦。快点啊，赶紧收工啊，我真的好饿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想回家呀，我想回家，你们赶紧吴昕暴打萧瑟二创配音挑战。你别走，这是可以播的吗？你别走，我不想自己一个人。你刚刚可不是说这句话啊，你刚刚自己说的，说完我就走了。其实还挺像的，是吧？